然后，好，对，然后这个专案也是从六世纪开始提出来的，所以不是第一次接两个专案有点遗憾啊。然后我们现在目前的成员是，就是妙世纪他负责整个城市跟他语言的指导，然后我来负责是阿美语跟他，还有协助一些那个拆装版本的修正，然后维婷是负责招募，然后还有一些非常非常多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然后也帮我们做修改一些城市。然后我目前的进度是我们光明的版本已经做成 Web 了，就也跟 iOS 版的，然后我们目前还有潘春光神父，然后我们的 Alpha 版本目前正在就是还是在进行，然后非常的缺挖系的志工，就是现在我也要就请大家就是有空或者没有事情的东西就转达一下这样。然后我们阿美语法语版本已经移交完成了，然后目前有部分的是开放的。然后最近二月底之前，我们有完成了蔡宗涵的阿美语版的大实验，然后目前今天进度是会把它更新上去。然后阿美那个蔡宗涵的阿美语大词典的话，它是从 PDF， 因为它一开始是从 PDF 开始给我的，然后我们把它做成做文字档，然后文字档之后，他发现了我们格式会跑掉，然后跑掉之后，我们又重新接上做成，接上之后变成整理成那个第三梯档，但第三梯档上面还有一些断掉的地方需要整理，然后整理之后完成，然后就是是整个到二月底之前的进度。这是一开始他给我的那个状况，就是我们是整张是 PDF 档，然后因为他用 PDF 档是因为他有特殊的资源，然后在 Word 上没办法显示。然后再来的话，他就我们去转成像这个样子的 T 的文那个 PDF 档，但是你会看到他的逗点啊，或者句号，或者有一些地方会，他可能会在那个程式转换的时候跑掉，所以。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把它，就终于把它改成那个模拟 case 的格式这样子。不是一个月，是好几个月的时间，在上个月的时候完成。然后我们先比较一下那个蔡宗涵版本的话，方明英的词条数大概是6000个，然后蔡宗涵版本大概40000个，所以增进了大概是5倍左右。所以这四个版本的话，会对于使用者上来讲的话，会非常大的帮助。然后我们接下来蔡宗涵版本，因为他有在目前他还有在那个原住民专班上课，所以我们可以借由他的原住民专班上去做一些推广，跟利用他课堂作业让学生做一些操作拼音或其实上面的修正。然后之后利用修正完的版本的话，我们是想要做成那个足语词典网站，因为就像他一样，他可以透过人，就是你建议，然后新的东西可以放上去这样子。OK， 需要什么帮忙？啊？需要什么帮忙？哦，对，我还没讲。我们今天需要的下后端工程师，因为我们要连接爱台语跟之后协助那个妙世纪做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ORC 刚刚讲过了，还有安培语翻译人员。OK， 好，来，谢谢，我可以报名。